你还说着没闲没蛋的话干啥呀？你还在跟我生气？生气？那下辈子你还嫁给我不？不嫁，不嫁。你不嫁给我，我呀要嫁给你，这样我就可以天天的给你洗脚、做饭、洗衣服。 没等好这个知书，没能让你过上好日子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的照看你们家的人，让他们过上好日子，让咱村的人都过上好日子。 今天开个村党支部会，这次暴雨，我家还缺损失最大。现在好多户人家都断粮了。你们都说说，有啥好办法能够帮帮大伙儿？我家也断粮几天了，吃野菜都没有盐。哎，我看，要不让大伙儿出去打工，讨点生活费吧？那要是这样。 整个村子不就散了吗？那不行。这个时候，大伙不能走。二月，你也不要太难过，你等着。
我帮你把马家的棺材交还了。马老汉是想让我没钱还账，就嫁给他。但是阿亮哥，你放心，我嫁猪嫁狗都不会嫁给他那样的人。我知道，但是这事儿不能拖了。那怎么行？你要是走了，孩子们怎么办？眼下顾不了这么多了。二月，我要先救你。 我不能眼见你跳过坑。你先别急，支书说一定要给咱们海雪人找到一条出路，不让大家饿肚子。支书说，是啊，啊，我没说你。啊，对，我是乡长陈曼友。啊，好，知道了，我这里还有事儿。好。 乡长，哎呀，行了，不是你们能不能一个个说呀？这乱嚷嚷，我能当着听你们谁的？乡长，先说，乡长啊，我们村情况更严重，三户房子倒塌，多所房子漏水严重啊，村民啊普遍缺粮，你能不能赶紧给我们想点办法，拨点救济粮啊？粮，乡长，老文，快来，老文呐。 你这儿距离最远，条件最差，说说你们的情况怎么样？我们海雪村这次泥石流损失很重，死了一个村民，还有什么？说，还有我们的断粮户已经有十几户人家了，这回无论如何请求你给我们再批一点救济粮吧。 你们也都知道，菏泽县是贵州省有名的贫困县，咱们乡就是咱们县最穷的地方。你们村的情况，咱们乡还有好几个，救济报告我早就打到县上了，我这心里也急呀。哎呀，还有再说了，春节前刚给你们发了一批救济粮，国家再有粮。 也会被掏空嘛。乡党委已经决定派乡里干部到你们各个村去了解情况，到你们海雪村是林业站的罗站长，具体情况你向他反映，好不好？登高看海雪，漫山一片黄楼，少女苍山顶楼。 仰面晒太阳，无影遮羞处，看见新旧凉。噩梦惊风雨，流沙作泪行。谁给绿叶片？ 愿做嫁衣裳，愿做嫁衣裳，嫁衣裳。这回大水发的这么稳，你还有闲工夫唱歌？你把我家海雀村这么见不得人的地方，唱的是满世界都知道。我知道，当年的海雀，那不仅是森林成片。 而且还有三个天然湖泊，还是好多候鸟的栖息地。海雀也因此而得名。这谁都知道，要想恢复当年的海雀，只有种树，大伙儿才有希望。你说的对，只有种树恢复了生态环境，海雀才有希望。我们去年人均收入才33块钱，哪有钱买你的树苗啊？你要是真的想种树，树苗我免费给你。免费？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你别哄我了，你。你要是真的种树啊，乡林业站就免费给你提供树苗。嗯？种树？文支书，你别开玩笑吧？啊，大伙饿成这样了还种树？来，大伙说，种树能当饭吃吗？不能啊！啊，我不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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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去要了，政府说有救济粮，可调粮需要时间。这不行的话，我们自己把山给吹去。走，我们自己把山给吹去，都别动。李来喜，你好歹也是个村民组长，哎，你就带着大伙这么干吗？我带哪个头了啊？我怎么干了？我跟你说，怎么了？这个组长我不当了，你不当了还不行？来喜，李来喜，有话好好说嘛。 闹啥闹？说什么说呀？说什么都不干了，走走走！别说了。哎呀，这，你们想想，咱们海雀村再这么穷下去，你家、我家和在场所有的人家，还能活多久吗？活不长。你们大家都知道，咱家海雀过去是有山有水，有树有林。 到处都能打猎，咱们现在闹的是每年要靠吃国家救济粮活着。咱们要想活下去，啊，就得种树，山上有树就能保山下，有树就能有草，有草就能养牲口，有牲口就能有肥，有肥地里就能长出庄稼，有庄稼大家就都能活。 吃饭吧，都热两回了。你们说，我今天说种树哪点说错了？他们那帮人怎么就没一个能听得懂的？哎呀，爸，这个理儿啊，其实咱海雀人都明白。可你这一时半会儿让他们按你说的这么做，难什么难啊？啊，不就是拿这个啊，拿个锄头到山上刨个坑，把那个树苗给放进去，把土填上，按实了，这难吗？ 哎呀，爸，你还先吃饭吧。我不想吃。爸，你今天要是把这碗饭吃了呢，说不定我们有个什么办法还能告诉你。好，不吃是吧？回来。你说你有办法，啥办法？吃饭。 说了我再吃。哎呀，你吃了我再说。哎，你慢点，慢点。行，你忘了，你那套，六法啦。长串门儿，摆政策，办急事儿，做实活儿，找路子，不苦熬，不苦熬吧。吃饭，吃饭。爸，你就吃吧。其实啊。 跟我妈都商量好了，我们帮你去串门子，帮你把那种树的事儿办好了。原来是你在捣鬼啊！<笑>哎，行了，慢点，慢点，志叔，我妈不行了，志叔。啥？你妈怎么了？我妈要饿死了，志叔。走，带我去。志叔，等等。 东西来了，给咱送吃的来了，妈，妈，再喝一口。
学员们都非常棒啊！那我们下一节课呢是体育课，大家都要出去锻炼。男生呢单杠和跳绳，女生呢跳格子。老师，我能不能不上体育课呀？为什么呀？我饿。 我也饿，我也饿，我饿，我饿。好了，体育课改成自习课。你咋来了？ 我吃一个，给妈一个，剩下的你拿回去。你就拿着吧。真不用。拿着。你和你妈还没吃呢。拿着。来，同学们都出来。来，往前站。对，来，后边的来都出来。来，拿着吃。 来，给后边同学分一分。吃吧，吃饱了，我们才有力气上体育课。你也吃一个吧。乔荣，我对不起你。你对我有啥对不起的？你是大伙选出来的，可你这么一走，很可能会伤了他们的心。 可我真是没办法。我知道，这是我的辞职报告，你替我把它交到乡里吧。你自己在外面当心点儿，等挣到了钱早点回来，我们会等你的。去吧。 小牛师傅，啊，那是个什么村子？那是海雀村。海雀村，这名字挺怪的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海雀是俚语，意思是湖水灌注的地方，是指海子的意思。哦。小牛师傅，啊，你抓紧把车修好，我过去看看。好嘞。 老乡，哎，这是海雀村吧？对，你是本村人。我是这儿的村支书，我叫温朝荣。哟，温支书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我呀是新华社来的记者，我叫刘子富。啊，你到我们村来是？我刚才路过，听到了一首歌，过来看一看。什么歌？谁家姑娘嫁不掉，要去海雀山哦。 温支书，嗯，我想请您帮我找几个生活上比较有代表性的人家，我就看一看。这是安美珍的家。二嫂，省里来人看你了。大娘，你们家平时就吃这个？这个裙子穿了好几年了，真是没两件儿呢。 家里只有这点土豆，没有别的粮食了吗？早就没了。
几个月前村里发救济，文书记把他家的给了我们家，就这也就淡了五六天了。家里几口人啊？三口，两个儿子都三十多了，因为家里穷一直光棍儿。那老伴儿呢？前年上山去采药，没了。这三口人两个碗。我有这个。你看，你还想了解些什么其他情况呢？我现在就想知道，村里的这些情况，乡里了解吗？了解。可是我了解，可是，你是不是欺上瞒下，报喜不报忧啊？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我不是那种人。我怎么说话？你不是那种人。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你自己看看，村里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？你还有脸说你自己是个村支书？你这是失职，简直是犯罪！你不配当这个村支书，甚至不配共产党员这个称呼。刘继成，你不该说这种话。我配不配当这个共产党员，我的良心可以作证。你可以说我失职，你也可以说我无能，但你不应该怀疑我这个党性。那好，我问你，你敢不敢带我去你家看看？去我家看啥？我就问你敢不敢吧。你跟我走。李明芝，哎，家里来客人了，这是从省里来的刘记者。你好，刘记者。老头子，你说这省里边来人，你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？你说家里边要什么没什么，怎么招待人家省里边来的人呢？你这……他只是突然来的，我事先也不知道他会来。大嫂啊，你不许说话。大嫂，你们家平时就吃这个？是。还有别的吗？你别看他，回答我，还有别的吗？有。去，给我拿出来。拿出来。刘记者。前些日子，我们家还有一些，这不孩子上学了吗？得交学费，只剩这俩了。只有两个鸡蛋？不够吗？那不够。我们家还有那个下蛋的鸡，我去抓去啊。大嫂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来吃饭的。对不起了，对不起了，大嫂。文支书。文支书，咱们海雀村怎么能穷成这样？他们说我们这叫什么科什么地？卡斯特地貌。对，卡斯特地貌。
就有外国专家已经说过，喀斯特地貌水土流失严重，根本就不适合于人类居住。可我们这儿过去不是这样的，过去的山上也是有森林，山下也是有湖的呀。可后来全是人给毁了，全毁了。是啊，这海雀村断粮断盐到这种程度，我也真的没有想到啊。所以外面人都说，我们这儿路难走的是鬼都愁，日子过的是饿死牛。好一个顾家天下的海雀村啊！也真难为您这个村支书了。是我这个支书没当好，没本事。我没本事。北京新华通讯社，我是新华社贵州省分社记者刘子富。贵州省贺章县各族农民中已有12000户，63000人断炊或即将断炊。横地区四方乡苗裔杂居的海雀村的3个村民组中，11户农家，家家断炊。少数民族十分困难，却无一人埋怨国家。谁呀？哎呦，支书啊，吓我一跳，你咋不吱一声呢？小毛，嗯，这树全是你种的？嗯。我说你怎么突然想起来来种树了？支书，我想明白了，你说的对。嗯，你会种吗？支书，你看看支书。嗯，乡里说找你有急事儿，让你马上过去一趟。我知道了。乡长，听说你找我。进来。哎。文朝荣啊，文朝荣啊，你胆真肥呀！啊，你是吃了豹子胆了？你这回你闯了大祸了，我告诉你，啊！乡长，我怎么闯祸了？那个刘记者到你们村去过吧？对。他把你们海雀村的事捅上了天，这回可是出大事了，啊！乡长，请组织上撤我的职吧。你以为撤你职就了事了？我告诉你，事情没那么简单。来人！村长，什么事？倒水。是。村长，给他。行。行。笑啥？坐坐坐，坐呀！紧张了吧？嗯，害怕了吧？有点。你吓那个样儿！我跟你说，我到县里开会才得知啊，你们海雀村的事啊，这回是通上天了，一封内参直接递到中央书记处，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亲自批示。这下子救了咱们全省，救了咱们乡，救了咱们海雀村呐！省委省政府啊，决定由省长亲自带队成立8个工作组，下到基层调查老百姓缺粮的事儿。这下子，咱们全乡能得到不少救济粮。对了，你马上回去告诉村里那些缺粮户，马上到乡粮库里粮吧。你发什么呆呀？你说这些不是又在跟我开玩笑吧？哎呦，我骗你干啥呀？我跟你说，刚才我是跟你开玩笑，这回我当真了。啊！太好了，那我马上回去，把大伙儿组织起来。回来，少文呐，你说过的话我可记着呢。
啥话？咱们农民养活不了自己，光靠国家救济，咱这心里的羞得慌。关键是要靠自救，要靠自己。乡长，这话我没忘。啥事他又笑抽了？你这是？狗粮高兴啊？我可以用这些救济粮，用场派大用场了。什么用场？我可以借这回发救济粮的机会，把大家组织起来，再种这几千亩树苗。几千亩树苗？哪来的树苗？林业站的罗站长啊，他跟我说，只要我肯种，他就说他可以给我免费提供所有的树苗，不要钱，要多少给多少。那你拿啥运呢？牛车马车呀。牛车马车，那么远的山路能运过来吗？别着急，别着急。那先帮你想办法弄两台拖拉机，先把你运着，啊，以后再给你叫。乡长，太谢谢你了。川儿，怎么了？不好了，李兰喜他们抢救济粮了。什么？都要三天了。爸，爸，等我。起来，把他放下来。抢粮，快把粮送回去。不送是不是？如果你不送回去，你们就别想领救济粮。是。支书，你可回来了！大伙儿都等大半天了，你看，乡亲们，支书，这都等了一天了，你快点发粮去！发发发！我知道各家各户都在等米下锅，但是今天在发粮之前，我有一件事要跟你们说说。爸，今年领救济粮有新规定。除了保持过去的老规矩，凡咱村青壮年领一斤粮，就要种20棵树苗。凡是今天领了救济粮的人，明天一大早就跟我上山种树。不想种树的，就不发救济粮。这粮食都是政府给的，又不是谁私自给的。李兰喜，你刚才带头抢粮的事儿，我还没给你算账呢。你说这种话，不觉得羞吗？这些粮是哪儿来的？这些粮食，那些跟我们一样的农民辛辛苦苦地种出来的，他们凭什么老要救济我们呀？啊，咱们也是农民，咱们为什么不能自己种粮呢？老这么少，政府要粮，不觉得羞吗？温支书，喊了半天也没人出来呀！是啊是啊，接着喊：种树喽！种树喽！种树喽！李来喜，起床了！起床种树了！不种不种。李来喜，你先把门开开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李来喜，千珏，去种树，不种不种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要不种树，就把救济粮退出来，分给那些种树的人。千珏，你要救济粮是吧？在茅房里，你先去拿嘛。李来喜，怎么说话呢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不种树，我就会把你拉牢房里，去把你的丑事给吃了，信不信？支书，我开玩笑的，马上就去。快把你锄头带上，给我种树去。下一下，杜天飞，起来种树。
你不种树，把那旧金粮退回来。听见没有啊？陆天芬，你个泼妇，你个泼老娘，你干嘛？你还泼我？别打了，住手！别打了，放开，放开！别打了，我媳妇，看我不收拾你！放开！文正苏，文正苏，我不是打你的，二毛，你这个混蛋！支书，支书，支书！啊，你们来了！快，支书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没什么，我觉得好多了。以后啊，像这样冲动的事儿，不要再干就好了。我知道了。这是干什么？哦，支书，婶儿，这鸡给支书补补身子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你们糊涂啊！这是你们孩子一年的课本钱，你们一定要保证让孩子念书。知道了吗？支书，我们错了，明天我们就去种树。种树，种树。哎，你要的火烧好了，快点。哎呦，这火太大了。干什么？回煮俩鸡蛋。哎，你给我煮什么鸡蛋？哎呀，你不是伤我，养养身子。我已经好了。哪儿好了？你看，不疼了。咱不说好了，这鸡蛋是留给咱大姑娘生孩子。你看你，这坐月子又不是一两天的事儿。把这个种上啊！这快点烧啊！够吧？那个可以，可以。赶紧弄好了，把大灰带回村上去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师叔！二爷，二爷被你劫走了。你们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么干，就是抢人，简直是无法无天。你是哪个？我是海雀村支书文朝荣。我们苗族按照自己的风俗抢亲，关你什么事啊？我们也是苗族的，苗族亮相你们家抢亲的。我知道你们苗族有这个抢亲的习惯，但也要他的同意啊。他同意了吗？就是他同意了吗？文支书，你怎么知道他不同意呢？看看这个，嗯，念。甲方马老二，乙方二月，因乙方父亲马保罗死了，需要向甲方购买棺材一口埋葬，批价1200元，并于本年10月28日还款。如果到期没有还钱，乙方自愿与甲方结为夫妻，马上到甲方家完婚，绝不反悔。二爷，是真的吗？
就这点钱，打发要饭的呢？你要脸！马老二，我杀了你！别动！不要动！马老二，二月欠你的钱，我还。我们海雀村还。我们海雀村山不长树，地不长草，连死了都没钱买，你拿什么还？弟兄们，如果说他没钱还的话。 是不是拿他们村的姑娘过来抵债啊？住手！住手！兄弟们，住手！住手！兄弟们，老二，那钱我三天之内给你送去，你把二月给放了。好，三天之内。
怎么在这儿？我刚才在路上看见你的大脸，下来就看见你躺在这儿。你干什么去了？我到外头借钱去了。借到了吗？没有。那行，那这钱你拿着。不，你拿着。不，实在不行，我再给你拿。来，二月，你回来。后天就要到期了，再借不到钱，二月怎么办？明天我再去别的几个村试试，这钱一定得借到。三天之内，我要收不到钱，你和你全家以及你们村的所有人都要遭大殃。别忘了吃了。这写的啥呀？叔，你已经为海雀村操碎了心，我不想因为我的事再让你为难了，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，我走。我下辈子做牛做马，来还您的大恩大德。二月走了？二月真走了？二月，你等我。挣了钱，把你接回来。二月，你等我。起立，坐下。爷爷，王老师真的走了吗？是真的。王老师有事儿，他真走了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
他一时半会儿啊，回不来了。爷爷，你让王老师回来吧，我们再也不淘气了。爷爷，我要王老师，我要王老师回来。好看，谁不知道我媳妇儿是咱姨家第一巧女啊？手巧歌好，人也长得俏。就剩你嘴甜。哎呦，爸！爸，你下这么大雨，您怎么来了？哎呦，刚刚到你门口，才开始下的。哎，爸，来，这里坐。哎。还没吃晚饭吧？吃过了。哎呀，你怎么样啊？我挺好的，有什么急事儿啊？没急事儿，不过呢，我爸倒是有一件事儿，想要你帮个忙。你说。哎，咱小学校的老师王有亮家里有点事儿，走了，现在留下一大帮孩子没人教，看着那帮孩子，挺可怜的。我想请你回去呢，带几天课，就几天。爸，彩云已经怀孕七个月了，这恐怕不行吧？我知道。不过爸，实在是没办法呀。你们姐弟几个，从小啊就属你学习好，要不是因为当时家里实在是困难，还要供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念书。我说什么也会让你把高中念完的。我不会去的。你可知道，当初我考上县高中有多么高兴吗？可就您一句话，为了弟弟妹妹，我退学了。那天我从学校出来，我不敢见人了。我走在回家的山路上，我不知道我的前程在哪儿，我没法见人，我真想一头栽死在山涧里算了。打那以后，我不敢开学校，也不敢听学校里读书的声音，我睁开眼睛干活，闭上眼睛睡觉。默默的干活，干活。孩子，这都是爸不好，是爸的错儿。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是你毁了我的前程。自从有了孩子以后，我就更恨自己了。我怎么能生出恨父母的念性呢？彩云，你别再说了，是爸对不起你。学校的事儿，你就不用管了，我回去想办法。我走了，爸，我送你。同学们，今天的课由我来上，我来给你们上什么呢？算盘。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算盘，这可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，用它加减乘除，什么数字都能算。这节是语文课，上节课王老师还没教完呢。老师爷爷，给我们讲讲语文课吧。给我们讲讲语文课吧。那语文课上什么呢？我们上的是《鹅鹅曲项向天歌》，王老师要给我们讲作者的故事。老师爷爷，你知道作者是谁吗？作者，爸，彩云，爸，
者罗宾王。作者罗宾王。爸，我来吧。彩云，我的祖国是中国。我的祖国是中国。我的家乡是海雀。我的家乡是海雀。我爱我的祖国中国。我爱我的祖国中国。我爱我的家乡海雀。我爱我的家乡海雀。嗯，哎呀，真没想到才一个冬天你就种了这大片林子，而且成活率在90%以上。好啊，了不起啊，老文。我还以为你今天来要批评我呢。批评？我表扬你都来不及。表扬我什么呀？这都是因为你。这是你的功劳。哎呀，哎，老文，听嫂子说你成天在山上转悠不着家。怎么，他到你那儿去告状了？你要和嫂子多说说话，啊！我知道。可是你看这树长得这么好，满山遍野都是绿油油的，我怎么能在家里待得住啊？现在村里，大伙儿都明白了，谁种树，谁受益。好，种树，得三分种七分养，要是养护不好啊，就像吃一天到黑的木瓜凉粉。一泡尿就撒完了。哎，你还真提醒我了，我得赶紧扩大我的护林队，把这满山遍野的小树苗都保护起来。我想在3年内再种树10000亩，可是我眼下的困难是没有树苗，你得帮我。我也没有了。啥？你没有？你一个林业站站长，你忘了你答应过我的？你说只要你种树成活率达到90%，你就免费给我提供树苗的。县机关后天要下乡搞绿化，县里刚从我这儿调走了20000多棵树苗，我连夜给运送过去了。啥时候种树？后天呢。那你那些树苗运到哪儿了？县苗圃。好。这衣服从哪儿弄来的？这要感谢你林业站的罗叔叔，是他给我借来的。像不像一个干部啊？像。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。哎，爸，不过你要等一会儿。什么？爸。你蹲下。蹲下干什么？哎呀，你蹲下就知道了。这干什么？哎呀，你等会儿就知道了。妈，你看像不像偷地雷的鬼子？鬼东西！哎呦，乔妹，这啥时候了，还跟你爸开玩笑？你爸他们呢，来回走70多里路呢啊！哎，你说这能行吗？你要是被抓起来，我可不给你送饭去啊，那多丢人呐！看你说的，我们又不是去杀人放火，这事儿我有数。儿子，哎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成败今天晚上就看他了。开路。是。师傅，师傅，谁呀？大半夜的，干什么呢？师傅，我们是县里来，让我们派我们来取那20000棵树苗的。这么晚了，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啊？有条子吗？哎呀，我们接到通知太晚了，没来得及开条子。啊，不过局长给你带了点好吃的，他说啊，你们值夜班的特别辛苦。
该吃吃的，该喝喝的。这局长也真是的。哎，那两万棵树苗，放在哪儿了？在后面。哦。那能给我们开门吗？可以，两万棵都拉走吗？都拉走。喂，请问是梁副县长吗？啊，我是梁国栋。副县长，我是林业局的艺文局。不好了，副县长，我昨天刚从林业站调的两万棵松树苗，全被偷了。是不是让公安局介入一下？案子我已经破了。谁干的呀？我这里有一张纸条，你听着啊。县领导，为感谢国家救济，海雀村民自愿绿化荒山秃岭。一因公文履行太慢，二是季节不能耽搁。今晚特借树苗两万棵，待来年育苗成功，我会如数奉还。海雀村文朝荣。那可不行，明天必须让他送回来，要不后天全县机关的绿化活动可就全泡汤了。不能从别的地方调树苗吗？没有了，这还是昨天从横底乡调过来的。我请求副县长必须严肃处理这个问题。易局长啊，我跟你的意见倒是不太一样啊。我觉得文朝荣是一个难得的好干部。你想想，如果咱们贺章县的所有的村党政书记都像文朝荣那样自觉的种树，那么我们贺章青山绿水的日子还远吗？嘿啊，山上松，松树脚下好凉用啊，只要有心栽松树，我倒不敢拆空，不敢拆空。爷爷！哎，我说你们怎么搞的？你们来干什么来了？我们来种树。种树怎么有你们的份儿呢？你们应该在学校好好的念书，快回去上课去。爷爷，你忘了今天是星期天，不上课。星期天不上课也不行，你们回家总有作业吧？你看看这些种树啊，你们有那些搞爸搞妈？种树的事儿是大人干的。爷爷，要是我们再不种树，这日子就没法过了。所以我们是为自己来种树的。还一套一套的，跟谁学的？你。正好，哎，过来，把这些个孩子统统的给我领起来，送树苗去。啊！好，快去，快去，来，走，跟我走。慢点，慢点啊，孩子。孩子，没事吧？孩子，没事，没事，来，起来。哎呦，这怎么了，孩子？孩子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，孩子。哎，孩子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知道他是饿的，饿的，谁带吃的了？谁还有吃的和水？谁有吃的？拿出来呀！吃的，谁有吃的？谁有吃的？这越快到生啊，就应该越活动才行。嗯，当时啊，我生你大哥的时候，我还在地里头干活呢，差点生到地里头。妈，我不是不想走，就是迈不了腿，越走腿越沉。哦，回家我给你煮俩鸡蛋吃。哎呦，来来来，来来来。哎呀，哎呀。
弟们，我给你们送点吃的来了。哎呦，兄弟，送吃的来了。我分一次。过来，你。好。爸，来，爸，爸，你这是……你别问了，快让大伙吃吧。填填肚子，好种树啊！咱们有好几万棵树要种的啊！快去，去呀！师傅，嗯，我还是小时候吃过鸡蛋呢，太好吃了。要是好吃，嗯，吃完了，嗯，你可要多种树。嗯，放心吧，知道了，师傅。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多啊！好多了。嗯，好，多吃点鸡蛋啊！待会儿阿姨给你喝点水，哎，你会觉得更好的。啊，爷爷，你怎么不吃呀？啊，我刚才上山之前已经吃得饱饱的了。坐那歇会儿，妈你煮鸡蛋啊。妈说了不用了。来，种。哎，大家休息的差不多了吧？啊，咱们在种树之前啊，唱一个山歌，这样呢，种树也就不累了。哎，小伙子们，你们得好好唱，唱好了。就可以把咱们海缺山外的姑娘唱到山里来，而且还能把咱们的姑娘留在海缺，唱个山歌好不好啊？好，哎，唱起来！支书，您年轻的时候唱歌最好听的，您给大伙儿唱一个呗？唱一个呗！支书来一个，来一个，唱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唱就唱啊！种树之人表慧心哟，横竖四枝栽一根哟，关键我要打好哟，栽树最怕栽错根哟，嘿嘿哟。小小树苗会长大哟，一年更比一年轻哟。欢呼！这种树的时候不就要编一个种树的歌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瞎编完了，大伙儿赶紧种树吧！大伙儿赶紧种树啊！快点，抓紧点。老婆，你有啥事跟我说。来来，我恨你。老婆，哎，小海，快拿点水来。我这就是。妈，妈，哎呦，这怎么了？没事吧？那些蛋都是那位参与，他都快要生了。啊！哎呦，快生了！奶奶，我再也不吃您的鸡蛋了。敬业司，敬业司，唐·李白，唐·李白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啊，这是咱们上回啊一起合计出的村民公约，我把它整理出来了，你们再看看，需要补充啥啊？咱们一条一条的过啊。好，现在我们学一下生字。一疑疑，一疑疑，疑问的疑，疑问的疑，失望双，失望双，霜雪的霜，霜雪的霜。老师，我家风家墙上全是霜，那是月光吗？老师，我爸爸去外面挖煤了，两个多月没回家了，见到月光，爸爸会思故乡吗？咱们这回制定出海雀村第一个八项护林公约呀，要是我们能够表决同意了，明天开村民大会通过，
我没意见，我同意。我同意。通过。这是李白很著名的一首诗。孩子们，快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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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这报喜的红木条挂到树上去。来介绍一下，这是乡里特意为我们海雀村小学派来的杜燕老师，大家欢迎。杜老师可能还不知道，咱们海雀村每年冷得特别早，一刮风下雨下雪，因为学校没有房顶没有门窗，孩子们就不愿意到学校来上课，到家里抓都抓不来，他们嫌冷啊。我今天啊把你们请来啊，就是想让你们想想办法，看看咱们怎么才能把小学校停课的事儿解决好。在学校的房顶没有修好之前，把村委会拿出来给娃娃们做学校，不能停课。请大家说说吧，看看有什么好办法。这个学校房顶的事儿，我实在是没办法。这个门和窗的木板，我可以去我亲戚家。跟他商量一下，哎，从他那解决这木头。嗯，可是房顶的事儿是最重要的呀。是啊，如果万一再出点事儿，那后果可就……房顶的事，我来试试。来，老伙计，多吃点。来。哎，你干啥呢？啊？人还不够吃呢，你还喂牛？你想干什么？老婆，咱学校屋顶给冲坏了，娃娃们上学没教室，我想……你是想把牛卖了是吗？你把牛卖了，地谁耕啊？我们家人怎么活呀？你别夸张了，这活总是有办法的嘛。这犁地的事儿包给我，我来想办法。你想什么办法呀？啊，你满脑子都是村里边那点事儿，你想什么办法？你给家里边想什么办法？老婆，我保证，从现在起我就想家里这些事儿。你可别再哄我了，咱俩都过了大半辈子了，我还不知道你吗？
今天就说破天，你也不能把娘给我卖了。老婆，咱地不刚，就屋一春，娃娃不念书，可要误了一辈子。那就找别人去商量啊！你干嘛非要卖我的？牛啊你！你说咱们现在还缺村哪一家有办法？你说出来我去找。我不听，我就是不听，我就是不听。妈，妈，你卖过好多好多金草，这两年金草越来越多了。没事，来，喂牛去。你别喂了，妈，到底怎么了？你把他要把那牛给卖了？什么？爸要卖牛？爸。是真的吗？爸，你说话呀！小妹，我这么做是因为娃娃的学校没有屋顶，桌椅板凳也没有。你还记得你小时候上学吧？啊，一到冬天你就不愿意去学校，那是因为学校漏雨，那儿冷，这些娃娃不能不上学。不，冷的。不，我不怕。那个牛就是从小我喂大的，你要卖他，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。凭什么？凭什么别人读书要卖我们家的牛啊？你听我说，他们那些村民也是祖祖辈辈的住在这儿啊。他们也是我们的亲人呐、啊，他们这些娃娃不能不念书，要是没文化，今后进了城连厕所都找不到，找工也没人要。我不同意，我不管，我不管，牛就是不能卖，不能卖，不能卖。爸，你不能上乡里要点钱吗？乡里要什么钱？连工资都发不了，他们有钱了修的学校吗？那你为什么一定要买我们家的牛啊？为什么卖我们家的牛？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儿子，爸求你了，你到矿上去扛几天煤，挣点钱回来，咱们修学校。这钱就算，爸求你花，这钱我一定还给你。妈，妈，你不能让我回去，妈，你不能让我回去。我要是逃跑了呢？我哥还有吗？我哥还能回来吗？不，爸，爸，妈，妈，你求求爸爸。你求求爸爸呀，妈也求求妈妈。你别着急，我跟我那几个姐妹说了，看能不能凑点钱。你到乡里边开完会，就早点回来。你拿它干嘛？这不是年轻的时候献过血吗？给我。
你要到乡里去卖血。哇！哪里的活不是你们干的，是畜生干的。啊，把箱子给我。不，给我。这活不是你们干的，是畜生干的。爸，你给我。不是，这是我干的。老婆，爸，来，来把好犁，走。国务院批准，同意成立毕节试验区，将在试验区实施开发扶贫、生态建设、人口控制的三大主题。海雀已经成为毕节试验区的发祥地。海雀村走在绿化环境、保护生态的最前列，希望乡亲们呐，把这个植树造林坚决进行到底。给全县、全地区、全贵州省做个榜样。这回你们海雀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了。
陈山大，我今天找你来呀，还有一件事情。眼下横地区任务十分艰巨，区里想推荐你当主管林业、农业的副乡长。我今天我找你来，主要是想听听你有什么想法。如果没啥问题，我马上报请县委组织部。你不是不知道，我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程度。你把这么重担交给我，不怕别的，我怕误了事儿，我怎么能对得起党啊？那你到底想干啥呀？你看我家海雀村吧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通电，公路也没有修好。虽然我们在植树造林方面做出了一点成绩，但是我们村现在还是没有解决吃饭的问题。所以我想把那些工作做好以外，我要请一个农业专家来教教我们科学种田的事。哎呀，文超荣啊，文超荣啊，你小学三年级文化，你懂得科学种田吗？我就是不懂，我才希望能够得到您的帮助。我逗你呢，其实你的想法都想到我们前面了。今后请教授请专家，我一定对你不忘。美丽的杯子最满美酒最满心意最满落叶最满落叶阿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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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晚上你坐下，我来给你洗脚。哎，你干什么呢？你给我洗脚？对啊。你给我洗什么脚啊？你忙了一天了，我给你洗洗。哎呀，你说咱们村里边人都是女人跟男人洗脚，哪有男人跟女人洗脚的？你说这要传到外边去，这不笑到大牙了都。让他们笑好了，我愿意。哎呀，我不愿意，我不愿意。老婆，你这辈子实在是太辛苦了，我欠你欠的太多。来，你还知道欠我吗？当然。那就慢慢还吧。那好，那就让我从今晚开始还。啊！你干嘛呀？你哎呀！你看，笑什么笑？作业写完了吗？写完了。来，拿来让我检查一下。你给我洗脚。我代表贺章县委、县政府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三位专家到我们贺章来考察，表示热烈的欢迎。Thank you. According to our research, most of this area is karst landform.据我们的研究，这里的大部分地区属于卡斯特地貌，非常不适合人类居住。那你们建立实验区的目的是什么？你们这个问题问得很好。我们建立实验区的目的，第一要解决经济贫困，第二呢生态恶化，第三是人口膨胀，这样三大难题。These three issues are very difficult to deal with. They interact both withcause and effect, and they spin in a vicious circle in many areas of the world. 这三个难题很难攻克，它们互为因果，恶性循环，在世界的很多地区制造了饥饿、贫穷，甚至战争。你们是如何克服上述困难，让梦想变为现实的呢？我们有勤劳的人民，有党和政府的支持。We have been looking for solutions. 我们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地寻求解决方案，但是遗憾的是。目前我们找到的答案都是令人失望的。
毕节实验区的发祥地在海区，你们可以到那里去考察。我相信，你们到那里会得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。 这辈子，我最想做的，就是能好好的伺候你。你说啥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。可最小的我的，也是你。最让我放心不下的，更是你。 我这辈子欠你欠的实在太多，我都跟你过了大半辈子了，还说这些不咸不淡的话干啥呀？你还在跟我生气？生气？哎，要下辈子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不嫁，不嫁。 你不嫁，我嫁给你，这样我就可以给你天天的洗脚、做饭、洗衣服。 中绿水和青山，是留给子孙的财富。